关系，来，小美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阳台上。在几楼的阳台？四楼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没关系。然后呢，小美，今天四楼，你上来这边陪婆婆干嘛？晒衣服，对不对？今天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现在是2020年1月31日，那个啾咪从初三回家到今天，一直可以住到礼拜天。这一次总共住了7天，好开心哦！还想拿一朵花给他。没关系，啾咪，你好开心吗？对不对？这边好多太阳哦，对不对？这边四楼很棒，是以前阿公做的，可以晒衣服。晒衣服的地方，好，不用不用，不要碰到水哈。啾咪的刚刚今天早上阿婆洗衣服，把啾咪的衣服晒在那个阳台上面，然后袜子也可以晒在这边，超好的。这一块空地是我们家最舒服的，有太阳的时候可以来晒到太阳，对吗？小美是不是？对。小美，昨天我们一起唱一个好开心的歌，等一下我们要下去再继续唱哦，好不好？那首歌叫什么啊？对，海草舞，等一下我们要下去唱海草舞跟跳舞哦，是不是？哈，小美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小美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哦，那个衣服是谁的？小美，对，是她的妈妈小的时候的衣服，哎，以前阿婆在爱的世界买的。来看一下外面，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教会。小美，有蜜蜂，没关系，你不要碰到蜜蜂，过来。小美，你有看那边有个十字架吗？那就是阿婆的教会哦，然后旁边有大同国小，然后在旁边还有那边有迪士奈幼稚园，对不对？以前阿婆本来想要你读哪一个幼稚园啊？迪士奈吗？对不对？没问题哈。那我们先下去楼下玩咯哈。好，小美，小美，等一下，这边那个漂亮的衣架要拿下去，刚刚有3个漂亮的衣架是在楼下的，对，然后剩下的把它挂回去，做事情要有，要把它完成。对，其他的把它挂回原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事情要有头有尾嘛，嗯，好，把它挂回去咯。好，小美，对，漂亮的拿回到楼下，这个把它挂回去，是，来，挂得了吗？好，好，小美说，拜拜，拜拜。